3月28日，门罗2.0新能源电动车正式开启京东众筹。门罗2.0电动车向来自地球南端的机车传奇人物伯特·门罗致敬。门罗的第一代产品是一款手工打造的复古机车，艺术品般的外形受到了机车爱好者的疯狂追捧。从车身整体到局部细节都精心打造，门罗2.0以简洁有力的轻量化钛铝合金车架再现复古风尚的时代美学。门罗2.0将传统机车原本放置微型双缸发动机的部位复刻为电池仓，内置一到两个电池组，5小时即可完全充满，最高可有效续航200公里。门罗2.0的油箱则内置了全部的电子控制系统，通过手机 APP 就能随时知晓车辆情况，实现云端智能的控制和管理。另外，门罗团队与德国博士共同研发适用于门罗2.0的专用电机，动力持久强劲，保证了行驶的稳定性和可靠性。在外形设计致敬经典机车的同时，门罗团队充分考虑车身架构可能带来的骑乘体验。坐高根据亚洲人身体比例精心设计，无论男女都可以调整到合适坐姿。在门罗的品牌背后是一群热爱骑行和创新设计的电动车文化环保推行者，致力于用独行的方式打造融合时代美学和先进科技的新产品。